答应别人地方的家地，一到那家一宿，这家太困难了，是吧？回来就跟我说了，爹呀，他们家太困难了，一个大学生，你说供不起了，搁济南念书呢。我说咋的？他说他家他妈是精神病，他爹吧，你说就得搁家照顾他这个妈，你说不能出打工去，就在这他地还太少。我说那你啥意思？能不能给他找一个老板供他这孩子书呢？哎呀，我说那可这玩意儿，你说那给碰吧。啊，正好你说刚说完就进屋一个老板上我们家来的，绥化开车来的，进屋了。完了，那个老板就说：“我想做点善事呢。”哎呀，我说正好啊，你看这个巧，你说，啊，我说我们刚说完，这孩子还在这呢，家庭太困难了，那你咋整呢？那你就援助援助，帮助他帮助。他说得多少钱一年？完了，那孩子说我一年得2万多块呀。他说那我给你拿2万5吧。孩子说那够了。就这么孩子就会乐了，哎呀，那家太困难了。就说我们做一个人来讲，我们要看到别人的苦就是我们的苦，别人的难就是我们的难，是吧？虽然我们做不到，我们心要做，要有一个善的概念，这叫心善。咱们没有那能力啊，你看那就赶着来了，是吧？说那呢，我们做一个朋友来讲更是主要。朋友啊，说话要言而有信，绝不能失信，是吧？朋友嘛，说到哪就得做到哪，我们不能说了不做，做了不说，是吧？那就像桃园三结义似的，是吧？朋友列五伦嘛，义气最为真嘛，桃园三结义，管鲍最知心嘛，后人当效者古人嘛。我们要效法古人，曹这个关云长是吧，在曹营待12年，还没忘他的大哥保他二家皇嫂，说财不贪色不耐，真是记者为君呐、啊，人人君子啊。可是呢，他曹操给他都跑新袍穿里边，旧袍穿外边。他说啥？曹操问他的时候，说你咋不把新的穿外边？他说我不能夜旧迎新。看看我们现在有多少夜旧迎新的，说结发的夫妻说离就离，朋友之间有酒有肉亲，没酒没肉都对面不认识，那是朋友吗？有一朋友怎么样，相处的特别好。有一个男同志见着我说，朋友你讲朋友知不道啊，你是讲我呢？我讲你啥呀？我处个朋友，我俩的多个脑袋差个姓。我走了，我出外边经商去。我说跟朋友说，你带着我也喜欢啊，这个去上货去。天天早上他上货，他不敢。完了怎么样？他说等我回来，他把我媳妇给领跑了。你说这什么朋友啊？是吧？真正的朋友，患难之交啊，见真心嘛，是吧？就说再说上下级的关系怎么办？上级跟下级的关系，老板跟员工的关系，员工你必须尽忠，你干的活就是我，这活就是我自己的，没有老板这活我怎么养家糊口啊？你就得实实在在去干。这老板呢，员工给谁挣钱呢？员工就得那点工资呗，老板你得大头。你对员工应该怎么办？应该关心爱护。怎么关心他？怎么爱护他呀？我们有很多老板听了传统文化干什么？我要做善事了，是吧？这嘎说几十万，那嘎说上百万。我说你先从身边人说，先从你这些员工去说，他们有困难的，家庭有困难的，有老人的，你要从他们身上去说，先从小事儿做起。那小事儿，你看那是小事儿，那是个大事儿，是吧？把那个东西，把员工
鼓励你给搞上去。现在有很多老板听着我们讲传统文化，真把鼓励搞上去了，一天供三顿两顿，供员工的饭，不要你们带饭，我不收你们一分钱。现在就这样，老板不少了。然后呢，到年终又干什么？选拔孝子，传统文化进入那个什么，进入企业了，选拔孝子，看谁孝敬，然后老板奖励他，奖励孝子，完了就家庭的这老人就给老板打电话了，你怎么搞的？你怎么教育的？我这儿子媳妇啊，现在咋这样呢？对我咋这么好呢？不是老板教育的，是吧？是我们传统文化给他教育，是吧？老板把传统文化听明白了，那你的企业能不发达吗？还用你管？不用你管，员工就给管了。这是呢，所以呢，我们学了，我讲了这个好几个小时，是吧？我还有一点要讲，什么？人家病是哪来的？病有多少种？病的种类很多，是吧？有生理上来的，有性理上来的，是吧？有心理上来的，有运势上来的，有因果上来的，有天然上来的，有德运上来的，有造业来的，等等很多病。总之病有几生，好是还有几好。中医讲那句话，百病由心生，是吧？病都有这么多种。说那我们这病来的会怎么样产生病？生气上火，就俩字儿。有人把病看成了治不好了，他看成是迷，你错了，是吧？你错了，不要迷。王凤仪先生说了吗？人不要迷，你要迷，你病好不了。就气火两个字儿呗，火是妖，气是鬼吗？气鬼，气鬼吗？被两个无常鬼打倒了，你能好吗？说你生啥气惹啥病，叫性理病，是吧？生哪些病？假设说我们存了恨怨怒恼烦，恨怨怒恼烦就是五个毒药丸，吃了半拉掌病，吃了一个就完。那吃一个得癌症了，那不就完了？吃半拉，哎呀，我有病了，我这有疼了，那痒了，怎么的？怎么来的？气，这个气呀，是损命之宝啊！人都死到气上了。圣人讲了，有气不生是长生药啊，无火不发是不老丹呐、啊，有冤不报是修行，那就说明君子量大，小人智短。君子无德怨自修嘛，小人有错有错怨别人，嘴里不怨心里怨，怨气有毒，你保证你长病。说这五毒是什么？恨怨怒恼烦。恨怨怒恼烦它代表什么？跟谁连带的？跟心肝肺脾肾是连着的。心肝肺脾肾有病了，那你嘴把这五毒存心了。假说你肝有病了，肝有病不是怒了，怒上来的吗？怒气伤肝吗？老百姓咱们大家都知道，怒气伤肝，肝气不舒，前胸疼，两肋疼，头迷眼花，耳聋牙疼，嘴斜眼歪，中风不语，四肢麻木，肝胆有病，半身不遂。咋来的？一股怒气能得这么多病？大家想一想，多么可怕呀！要不有人说你生气，你别生气了，生气了该做病了。我喝出气死了也得生，那你喝出气死了，生吧。
那真就气死你，说气生气死，气不休吗？人就活像个正命猴吗？哪一天不正命呢？你真要不生气，你看看活神仙。什么叫神仙呢？不生气那个人就是神仙，过的神仙生活，一天乐乐呵呵的，是吧？朝天每日乐呵呵，那不是活神仙，是吧？一生气啊，就那个鬼样又拿出来了，叫气鬼，是吧？你真要乐，说一乐神来了，生气鬼来了，说神出鬼没，是吧？神出来了，鬼就得走啊。那你说你不生气了，那你说那不是神，是吧？鬼远远的离着你。有人说小鬼，对，小鬼也离你远。所以说呢，人这病啊，你要生怒气呀、啊，可了不得呀、啊，肝硬化、肝癌、肝炎，咋来的？就是怒气，不好说，不说肝生气，你保证你的肝病，是吧？人不说话说破了无毒吗？啥事来了你就该说你就说，说完了没有了，来应去静，都不想他了。不想就开了吧，你们说想不开想不开，你老寻思吧没个开，哎，你就别想了，车到山前必有路嘛，是吧？你看那人更没病，有病的人就是生气生病，是吧？他这个毒气搁筋里头呢，存到周身的筋里头了，当他要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往外一吐，保证开始吐酸水，吐的味是酸的嘛，是吧？这是肝经的病。那心上的病咋得的？心上的病生恨，火性人恨，恨气太大，恨人伤心，心忙心慌心跳心夜，夜晚失眠，夜晚多做怪梦啊，咳嗽吐血，癫狂失语，严重了精神病、癫痫、心脏病、冠心病、心肌炎、心肌水、二心半狭窄、三心半狭窄，这病我都碰上过呀。现在有很多心脏下支架的，你说你下的支架，你说这玩意儿，那还得盯着吃药吗？还得花钱吗？你真要明理的，血里没毒的，为啥心脏有病？心血管里进去气了，那气横血呀，人要一生气，那血往这黑的，变紫黑色了。你说那里头有毒了？你说那孩子要吃奶的时候，吃进这股活奶，你说够孩子呛不了？孩子高烧了，你不气火，孩子能高烧吗？孩子拉肚了，你不怨人？你孩子不吃那怨气奶，孩子能拉肚吗？要怎么样你乐呢？是吧？乐气血畅通。一点毒没有，我们才能把孩子培养好的。当这种病啊，要反应好了，往外吐啥呀？吐那鲜血都啊，吐出去鲜血呀，那味是苦的，是吧？这是心上的病，脾胃的病怎么来的？怨，好怨人，是吧？怨人伤脾，膨闷胀饱，耶格转食，上吐下泻。胃病、胃虚、胃炎、胃溃疡、胃癌，十二指肠胃溃疡、胃黏膜脱落，咋来的？就是一股怨气，毒气在哪儿呢？在肉里头。好怨人，圣人讲了“不怨人”三个字妙极了，就不怨人呐，就能成圣成贤呐，是吧？不怨人是成圣成贤的大道根吗？是吧？好你白怨，咱也不怨。有咱们有很多学佛的这个同志说了，说一切随缘，真一切随缘了吗？你是吧？完了用这种佛法也好，学传统文化也好，学了以后怎么样？没用到自身上来，用到谁身上去了？搞这种佛法也好，传统文化那方式好，量别人去了啊，他这嘎不合道，他那嘎不如法。
就不往自身对，就往外对，这叫马列主义奸朝外呀。人家真奸朝外了，是吧？你做的事合法吗？如法吗？如理如法吗？没有，没看着啊，他这个不合乎，这就往外怨了，一怨气有毒，叫毒气存到右里头。当他真反应好了的时候，实际胃病很好，好反应好了怎么样？吐出那味是甜的，色是黄的，这是呢脾胃的病。肺的病咋来的？肺的属金呢，咋来的？脑炎叫嫉妒炎，脑炎要伤肺呢，气喘咳嗽，吐血，肺病，肺虚，肺痨，肺结核。子女不孝双亲最伤肺了，老人忧愁儿女最伤心。他这个毒气存哪里了？存到肺管跟皮肤里头了。当这一对夫妻对老人不孝，他俩本身没病，他的孩子保证多病，肺炎、脑炎、脑瘤、脑瘫，小脑萎缩，孤独症、抽动症、多动症，我见着一个小孩啊，多动症，哎呀，这屋里有多少人啊？进屋哪一个怎么的？谁要一说你干什么玩意儿，张口就骂人家，就这么个小孩，在市场上各个床都摸，想弄啥我就拿啥。他4岁，后来他妈和他老爹领我们家去了。我这不他妈妈的性格吗？他妈妈这啥性格？这是啊，他妈还来气了，是我的事吗？啊，这孩子事是我事。我说这孩子谁生的？谁的气血养大的？他就不愿意，就喊的不乐意啊。后来他妈说他劝他，连哭带嚎的坐一场。说这回我回去我改，我看他孩子改不改，孩子能不能变。回到家里怎么样？正是又赶上市场，孩子又去了上市场了，搁这头走到那头不磨蹭了，人都认识这孩子呀。说哎小伙子，你怎么不拿了呢？他说我不拿了。说咋的了？你咋不拿呢？我妈想好了，我也想好了。就4岁小孩啊，就这样。母子心通，母子是一体，夫妻也是一体呀。夫妻达到三界合一吗？身合是最主要的，心合、性合，这才叫三界合一的，叫天人合一。天人合一了，你生的孩子能坏吗？所以我们做一对夫妻来讲，要想留着好孩子，你得明白啊，生理教育啊，生理教育是先天，从先天做起啊。姑娘儿子你都得明白怎样当人之道，当姑娘道、儿子道、媳妇道、丈夫道、妻子道，你怎么当？你要不明白这个，你生这孩子不行，绝对不会听你话。要不现在有很多孩子不听话，为什么不听话呀？都是地狱苦海家庭生的，你说他能听话吗？你不生出逆子败子，是吧？你要天堂佛国的家庭呀，要不人家说我要上天堂啊，我要上佛国呀，在哪儿呢？都在我们家呢。家庭这些互相一点啥说没有，好也没说，咱也没说什么家庭，佛国家庭，你生出的孩子保证特别的好。你这要是人能知足常乐的人，互相感恩的人，这个家庭夫妻生出的孩子叫什么？孝子贤孙，这叫天堂的家庭，忠臣孝子就处在这个家庭。
一天勾心斗角，是吧？净讲真理，争争讲讲，你保证你生的孩子啥逆子，不会听你话，你先等他单说戏。一天吃喝嫖赌，男人吃喝嫖赌，女人卖烟，你生的孩子我告诉你，保证是个败子，不会好。是吧？他这个接线人这个毒存哪呢？肺管跟皮肤里头，当反应好了往外一吐，吐出那味是啥的？辣的，那毒气可了不得呀！好用全烧坏了，走过的地方全烧坏了，你几天都不敢吃东西呀、啊！因为毒气要走了，那毒要往出排了，他路过的地方必然要烧坏了吧？你想想，人死就死到这个毒上了吗？说那还有一种肺病怎么得的，那个肾病啊，肾病怎么得的？水性人肾病怎么来的？水性人好烦呐，烦人伤肾嘛，啊，把这也烦那也烦的，嘟嘟嘟嘟嘟，你说水性人的吗？嘟嘟当当啊，两个当嘛，踢了嘡啷，四六不懂，是吧？哎，你看他好烦人的，烦人伤肾。腰酸腿疼，肚腹疼痛，精神发黏，胖肿，肾虚肾炎，腹膜炎，糖尿病，腰椎结核，腰间盘突出，股骨的坏死，各种妇科病，怎么来的？都是烦上来的。烦谁呀、啊、烦谁你自己的。要有人问我，那我烦谁呢？我说你烦谁我不知道，你个个知道。你要是妇科病，你准烦你丈夫，是吧？有一个老百姓的一个政委嘛，他得双肾结石，他说你跟我说说我这病咋整的呢？高激光打碎了还长，打碎了还长，你说怎么整的？我说你烦一圈，他说烦一圈我能烦谁呀、啊？我说你手下的你都不烦。他当时他就说那能不烦吗？一拍桌子，我说你咋那么烦呢？他妈让谁办啥事谁也不行，让谁办也办不好。他妈你回来你说你急眼巴的。他说那我咋好？我说咋好我告诉你，你得找他们好处。哪来的好处啊？一拍桌子，我说咋没好处呢？他们要都像你那么能力，你当政委早把你推下去了。你想想，办事比你办的都滑的，你在这做的是吧？他寻思半天，你说的还真有点道理啊。我说你想想有没有道理，就因为他不行他才没当政委呢，人家领导他没让他们来当政委，让你来的，完了你来了吧你还烦他们，那能行吗？好腿小蛇不都得他们吗？是吧？你得找他们好处。真的说完了第二天早上他说啥，这玩意是挺好使，我一宿也没疼，是吧？你别净看人毛病，正人先正己，看看自己，管自己是真，管人是假。所以说呢，他这个毒气在哪里的？在骨髓里头呢，要不就没有骨髓移植呢，那个骨髓里有毒，你想想能好吗？是吧？他往外一排反应好了，往外一吐，吐那味是咸的，苦辣酸甜咸呐、啊、五毒有五味啊，五味分五色啊，是吧？因为有很多人都在，有不少人吐嘛，是吧？所以说呢，这是内五脏，五脏分六腑，六腑是啥？六腑是空的，大肠小肠。现在有很多人呢便秘啊，你说你不跟老的失火你能便秘吗？你老跟老人失火上火，保证你要便秘，是吧？因为大肠小肠它是空的，空的水阳啊，是吧？你心跟小肠心要相表里，大肠跟肺子它俩是相连带的哈。所以你像胃呀、啊、胃跟脾嘛，是吧？然后呢还有胆，还有膀胱，这都空的，空的属阳，空的一般有病多数跟老的生气上火来，长辈那实证的就是可能一般都是跟晚辈的，甚至平辈的也没你大的，是吧？有的人家跟老的生气时间长了，
十成你也得病了，也得癌症了，是吧？这是啥呢？五脏六腑说存五毒伤了五脏，亏五轮伤五体。五轮是什么？家庭五轮，兄弟父母祖，说那就人体也是这样啊，上中下三大部位嘛。脑袋有病，拜上来的，拜上的就跟老爷、跟领导、跟长辈的怨天尤人，都会在脑袋上。那有很多人那叫鼻炎咋来的？不怨老的怨的吗？再不就怨领导，再不就怨老的。有的人梗椎有病啊，梗椎你背后当面他不生不使劲，背后使劲跟老的，还跟领导，保证你梗椎要有病，是吧？这就是，这是还有人呢，这边有病那边有病，这就是一男一女。还有一上这就有病了，有你父母，有你本身做出种种失德的事情，那叫亏天理了，是吧？因为头顶天嘛，脚踏地嘛，是吧？头的病是半上来的，脚的病上下来的，脚的病上下跟谁啊？晚辈的呗，有很多特别老头老太太到晚年了，腿脚不好了，我腿疼啊，我脚疼啊，你跟孩子生气生的呀。现在的时代啊，孩子都说了，那你们过去那是啥时候呢？那啥时代跟现在不同了，是吧？别管了，都老了还管啥呀？等我们两眼一闭，你还管谁去？谁你也管不了，连我们自己眼睛闹眼睛都管不了，你还管人家去，是吧？把我们自己好好管的，是吧？脚上得上下，那再往上来一点呢？膝盖往上呢？弟弟妹妹，再往上就胳膊腿儿，这就两胳膊，俩胳膊就是跟哥哥嫂嫂那个位上的，保证你叫哥哥的、叫嫂子的、姐姐的、姐夫的在这个位上的。弟弟妹妹的那就在腿上的。说过去男女同志要生气，男人是天，女人跟男人生气了脑袋疼，现在不是了，男人不是天了，女人也不是地了，现在什么天翻地覆翻过来了，那上哪去了？上妖王去了，男女平等了嘛，是吧？保证现在你看腰脱的很多，男同志腰脱的，女同志腰脱的，腰间盘突出的很多很多，为啥？这就叫阴阳不和，夫妻不和，说夫妻和了那不会得这个病的，不会腰疼的。你假说我一干点活了我就腰疼啊，不干活还不腰疼，一干活的时候你就攀阴别人了啊，怕你丈夫了，怕你妻子了，保证呢你要腰疼，干点活就腰疼，是吧？还有的人呢，我搁上海那嘎呢，下飞机呢，有一个男的去接我去，你说他也腰疼，腰脱三年了治不好，我说那你也不认得我，你怎么来接我们？刘博士让我接你，我说你怎么认刘博士？我看了思考中医，完了我让刘博士给我那个。给我开药，刘博士不给我开药，说你个上海接他俩，他俩就能治你病。我跟王元武老师嘛，我们俩嘛，怎么样他？哎呦，我说呀，你这病咋不治呢？他说我治三年了，我治三年没好，他说没好。他说我这病咋得的呢？我说什么时间？他说天天早晨四五点钟。啊，我说那我知道了，你这跟邻居得的。他说哪来的邻居啊？王元武老师说你没媳妇啊？那不最近的邻居吗？你说？他说我俩离婚了，我离婚怨你，保证你不正经了你。他也没吱声啊。他说那咋能好？我说破旧重圆就好了。你错吧？还是怨你？这我们20分钟，你看我们就上快艇了，上普陀山了。等三天我回来又他接我。离老远这小子就笑，这小伙子笑的，我说王永武啊，他好了。他说怎么知道？我说你看他笑的，到我跟前一问就好了，这三宿一点也没疼。我说我告诉你咋疼的，保证你夫妻早晨起来唠嗑唠唠就翻，唠唠就翻。他说那我俩说不一堆去，我这回你让一堆说，说
夫妻万一就是和嘛，是吧？夫妻得和和睦睦的嘛。就说我们人体从中间分开呀，左边身子有病，你往老少三辈上中下你去找；要么身子有病，你往什么呢？女的，你好好去研究去吧，都一点都不差。人体是五行，家庭也是五行，你生气也是五毒。实际吧，要不有人说这病怎么能吐出去呢？为什么能吐出去啊？找好处印不是，找好处叫开天堂路，印不是关上地狱的门。找好处是阳气呀，你生气是病气，就叫阴气，是吧？阳气一进去，你说哎呀，我跟谁谁跟我媳妇儿生什么什么气了哈？你说那时候我咋跟他生气呢？大丈夫一点大的大度量都没有，怎么跟女人一般见识呢？我得肝病了，是吧？你就好好认识吧。你一找女人，哎呀，一天也不容易啊，这做饭、叠床、捂被儿，你说这多难啊，多不容易啊！舍弃的亲人来到我身边，你找他的好处，哎呀，这阳气进去了。你生气跟他生气，做那股病，保证就走了，保证能吐出去，是吧？找好就印不是，印准病源，找准病根，倒找一面，找人好处印你不是，是吧？来个翻肠倒肚子，叫什么翻良心？问问自己有良心吗？是吧？一个男孩，一个女孩到你身边了，你不应该爱护她吗？你不应该很好的关心她吗？她舍弃的亲人到你这边，你怎么又打又闹的呢？完了完了，上外边找女小姐找女人去呢？你能对起她吗？一个女同志，我们想一想，你来到你丈夫的身边，你的亲人你都舍去了，你到他身边，你上谁来的？丈夫，丈夫，你不上他来的吗？来到这嘎怎么就不跟他俩不和呢？开始挺好挺好的，后来怎么样？越来越不好了。要你完蛋，你不敌那个，我得想法查那家去，把人那家还搅散了，把你这家也整散了，是吧？我们还有人心吗？错了。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，赶快回头吧。我这么多年各处讲，也祖国的大江南北吧，宗旨目的为了啥？我一不为名，我二不为利，你也不用给我这个，也不用给我那个，什么也不用给我，给我一个什么？你们要身体健康，夫妻要和睦，家庭要和乐，子孝尊贤，这就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美德。谢谢大家。